大家好啊，咁啊，依集喺依个尖沙咀啊 ，SOGO 嘅瑞联标行啦，咁啊，见到有只新嘢翻，咁啊，依只咧，依只康斯登咧，之前都有好几位标迷系问过几时翻嘅，咁啊，依度阿晴系咪啱啱收到咧？系啊系啊，大家好啊，嗱，我手上边呢只咧就系、是、康斯登 High Life 系列最新翻到嘅 World Time 啊款式。大家要望一望嘅，咁個標面咧大概就41mm 啦，動力咧就約獲38小時。係啦，依只康斯登嘅 High Life Collection 嘅一隻World Time 啊，咁啊之前都做咗啲宣傳嘅，咁啊不過貨就一直都未到香港，咁啊啱啱先到嘅，咁大家可以睇到塊面都做得好靚啦嚇，有個地球形狀的設計啦，依塊面同埋依個藍色啦，亦都係佢依個 High Life Collection 好好經典嘅一個藍色嚟嘅。咁啊，另外大家睇到嗰啲城市啦，亦都有香港嘅 Hong Kong 嘅，係嘛阿晴？係啦，冇錯啦。係啦，咁啊，大家睇睇個標底啊，標底亦都係一副佢哋嘅康斯登的自家機芯嚟嘅，系咁啊，系啦，見到系啦，依副就是康斯登的自家機芯啦，一副 GMT 的機芯系啦。咁啊，見到啲打磨啦，都有，系啦，好靓嘅，系阿晴。同埋呢款咧，一樣都是用翻佢嘅快拆啦，並且今次咧，系啦，佢系會送多兩條膠帶嘅。一個款式咧就做咗一啲模仿鱷魚皮紋嘅設計啊，係啦，咁啊等各位玩家啦可以襯唔同嘅衫啦，就自己帶出唔同嘅風格咯。係啦，就係一個快拆嘅，亦都送兩條帶啦。咁啊，依只康斯登 High Life 嘅依只World Time 幾多錢咧？公價係公價價錢咧就38,500蚊。係38,500公價咁啊。數量有限啦，咁佢哋依度啊，瑞聯標行啦、啊、尖沙咀同銅鑼灣都有嘅，都有貨，都有貨嘅，係啦，係啦，咁就係咯，係咁啊。另外阿晴好似想同大家都介紹另一隻，嗱呢只咧，咁之前咧就大家應該都清楚噶啦，都係 High Life 系列嘅，咁佢呢個款咧就用咗天文台機芯，今次新翻咗啲咩咧？就新翻咗一個灰色嘅芯面，係啦，所以就介紹埋俾各位標友。系啦，咁啊，依只新嘅灰面有几钱咧？公价？系公价咧就系17,800。O K， 17,000+啦，公价咁啊，当然都会有啲折扣嘅。咁嗰啲折扣嘅话就落到嚟瑞联标行先同佢哋倾啦。咁啊，系啦，最主要依集都系想介绍呢只，系啦，之前都有好多朋友问嘅依只吓康斯登嘅 World Time 啊。快啲落嚟睇清楚個實物啦，真係。OK， 咁呢集就介紹到呢度啦，多謝阿晴，拜拜。多謝各位。